是到酒店的第一天，12月6号，在一个有海景的酒店，但是呢看不到海景。然后拿到了一张欢迎函，欢迎函，烦的，没关系。亲爱的，我给你们念一下啊，亲爱的博远学员，您好。当你登陆的那一刻，梦想的旅途便已开启。接下来，你将和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地区的训练生们一起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。在这段梦想段旅途中，打错字了，在这段梦想应该是的旅途中，希望你能坚守初心，收获属于自己的感动和惊喜，在创造营留下你的经典舞台。好的好的，谱写你青春逐梦的精彩篇章。最后感谢你的选择和信任，让梦想相遇海南，努力和时间会给出最终答案。静待你的成团之夜，创造营2021-2020年12月。 OK， 非常棒。好，然后我来到这个酒店做的第一件事情是，你们猜是什么？写什么字？真老母本母老。然后酒店给了一个礼包，这样谁说是礼包，就是有一袋我平常不咋吃的，比如坚果，每日坚果，就是比较健康的面包，就是那种无糖面包吧，应该是代餐面包。它这个牛肉干贼好吃，很像以前我内蒙古的同学给我带的那种，就是很硬，但是脱水的，很好吃。好，然后这个礼包里面还有一双拖鞋穿着呢，然后有效果的毛巾，还有牙刷，洗头洗澡的，就是大概就这些。听说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，然后我现在最好奇的是谁跟我一组，就是拼团的小伙伴有谁。其实刚进酒店的时候，对接我的玄关说会送餐过来吗？你食量大吗？我说很大。他说好的，会备注一下。于是我就收到了这样一盒饭，当当，全是肉，还食量大，就还加了鸡翅。其实看着不大，其实挺大的一盒的。对，好，那我就开吃了。这是我来到我们组里的第一顿饭，加油干饭人。待会儿要去训练了，然后准备收拾一下我的头发去训练。对，很好奇待会儿训练的时候是跟谁一起。好，那我们收拾去训练要带的东西，歌词，对，我要准备的歌的歌词吧。擦汗的毛巾，两瓶水，怕有蚊子，花露水，芦荟胶，充电宝。底下是有一件换洗的，换的衣服，不是换洗。到时候如果出汗的话，会身上很不舒服。这个是一个随身的可以洗手的肥皂，它不是胶水，对，不是胶水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香水。带了两只，两只唇膏，对，两只唇膏。还有什么？一个随身的酒精消毒液。这个里面是一包小的纸巾，10块钱零钱，还有一根新的牙线棒，新的牙线棒，然后还有一个 U 盘以防万一，然后还有一个转换头，对，现在手机不用它，基本连上音响不好放歌，以防万一。哦，还有一个润眼液。好，基本上就这些东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来到这里的第6、7、8、9、10第五天。然后我今天在准备自己家事的内容，想编一个能顾及到唱的舞的。Hello， 我们团体的内容也在准备。好，先这样。其实从日出这里扭头看一下海花岛，感觉跟假的一样，还是像楼一样，你看，对吧？感觉假的。我突然看到我阳台外面，这是啥呀？黑乎乎的，山羊吗？好像是羊。
哎，狗应该是羊，放羊的黑山羊。哎，好像是狗。哎，不对啊，狗应该不会这么成群结队，应该是羊。天气非常的好。再看看小羊。今天是来岛上的第八天，然后早上去体检完之后，待会儿要去学初舞台的舞蹈嘛，然后我现在在阳台这里就是想吹吹风坐一下。以前其实在海南上学的时候没有觉得这里的空气啊环境有多好，十年后再回到这里，感觉终于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往海南跑。这个椅子上都没有灰的了。